UK， 我 ABC 超猛，请说。喂，同神啊，我看你玩那个输的场啊，我觉得是队友的智商跟不上你啊。哎，这个还用说？那个队友完全的，我开了，烦恼。你知道我开了吗？开了，我知道啊。各种神大学啊，他队友跟不上，然后又乱，就聊天又乱呛。雷尔，对不对？什么雷尔？你的是神二啊？什么雷尔？各种 carry 啊，雷尔。没错啊，统神就是神，凯尔玩的跟没有，统神说他凯尔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啊。真的啊？还有统神的酒桶 ，Q 跟指定技一样啊。各种爬回来接 Q 啊，太猛了。虽不中亦不远矣啊。对对对，这个一言难尽啊，还是看统神直接那种直播表演比较快 啊。这个叹为观止啊，这个没错啊，像在统神面前，小叶也只能擦皮鞋啊。强统神就是强，那也没办法啊。统神，我看对面又出飞尸啊，跟那个单挑低能儿一样啊，你又要虐他啦。啊，飞尸啊？对啊。什么各种 counter 你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你出酒桶靠爆他吧。啊，要吗？基本上其实你出什么都靠爆他啊。可是 P3 是中欸，而且我想戳 P2 欸。你想戳 P2？ 刷牙哥赶快让他洗洗睡啦。吉林啊，吉林超强。好，看讲 P3 是中啊，我要jungle啊。你要jungle啊？那你的李欣也是神啊。啊，李欣没办法啊，我们玩一个比较，还是阿姆姆啊？阿姆姆不好吧？太认真了。啊，太认真了。那不然来个 OK carry 也不好啊。我看一下，还是雷欧娜也挺强的。More than just precious stones, I bring you an ancient power. 哦，你选了个塔里克 jungle 啊？塔里克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塔里克不是什么不错，统神玩谁 jungle 都是神啊！啊，这个当然啦、啊。最好是对面看到你，等下可能又要跳啦。啊，这个哪有什么 啊？是老子统神 jungle 了，就是的。观念呐、啊，观念就压制对面啦、啊。各种大局观压制啊。那也没办法、啊，统神的智商高于他们太多啦。要点第三页吗？你觉得？点什么？吸血好像都用不太到。我看你点000都赢啊。不行啦，还是要意思点一下。我看9210 OK 啦。啊。9210啊。好。我已经看到这场的结果啦。小叶说：“同神。”你的语音太强了吧 ？AHQ 少了一个你啊！你说什么？什么晕？你的塔里克的晕啊，太神了、啊！各种晕对方的 AD 那个 AP 啊。那也没办法，这个等等 carry 队友又要跪着吹捧啦，又要什么什么什么兰特的，直接换捧神啊！啊？感谢统神各种加分啊，没错，小叶要上精英，少了统神可不行啊。统神，我看你这场又要 carry 啦。啊，哪有什么？最近哪一场不 carry？ 哎，是这当然不在话下。统神哪一场不 carry 啊？真的啊，会输都是队友雷啊，队友一堆垃圾。那也没办法，这有的时候队友总是。他们那个智商你也知道啊，都队友有些人比较啊、你懂，有时候就是玩的人形形色色嘛，总是没错，完全正确啊。有人见不得统神好，各种罚分就戳你，然后统神当然也是不理他，因为实力强自然就上去啊。真的啊？好，那我这场先打完啦。OK， 好，那我准备看你各种艺术表演啊。你看我塔里克各种神奇角度的出场，你看对面会不会吓到哭出来？对面尿都流出来啦！你知道之前有个很喜欢塔里克jungle叫谁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请统神。球力啊，你知道吗？球力玩塔里克 jungle 啊？球力塔里克 jungle 在统神的眼里跟屎一样啊，他完全没大局观啊！不是啊，
他的塔里克江狗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就是爱西江狗一样啊，就是没有用啊，垃圾，垃圾，神奇点位啊，没错。好，同志，这场看你江狗啦，你认真玩啊，我先退，挂掉了 ，OK， 加油。